自赔专案。爱要坦荡荡，今天要不要坦荡荡呀？公开公开，爱要坦荡荡。有必要这么多老人吗？每眼神都在怒吃哎。他没有在这个舞台上是以歌手的身份出现。让吴杰听歌，听听看什么叫做唱歌。过年，没错啦，恭喜恭喜啊，恭喜啦，这个鸡年呐，对啦，来到鸡年了，对呀、啊，希望大家呢鸡年行大运，这是一定要非常的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吉大利，吉祥如意啊！祝大家呢这个积沙成塔，积少成多，积极进取，积极积极，贝贝贝贝贝，积极积极，贝贝贝贝贝，积极。你看一口气把人都讲完了，有吗？对呀，旱地拔葱，一飞冲天呐！对啊，对，我就讲过嘛，鸡是十二生肖当中最踏实的。哎呦，它哪一天不踩在地上？而且它能够，但它不想飞，但它不想飞。对，这个个性非常的 humble。对，那龙，你说龙也能飞啊？但龙没有传说嘛？谁看过龙？谁看过龙吗？有的人听过龙在叫声吗？有吗？没有嘛。所以我们要学习鸡的精神。没错，好好加油。鸡的精神，鸡好棒哦！大家一起做鸡。我们要有做，要有鸡的精神，做积极向上，做一只好鸡，积极向上。那今天我们要来一个不一样的，哎，对，这长达三个钟头，哎呦，我们三个轮，哎，怎么样？一人负责一个钟头，接力赛就对了，接力赛表演，跟他拼了，可以吗？拼了，好不好？你一个钟头，你一个钟头，我一个钟头，但是我压力就特别大，怎么说？为什么呢？对，怎么？我好久没有唱歌了，我竟然怎么样？你们想听宪哥唱歌吗？又看到你们，就好像我的家人一样。好久没唱，很紧张嘛。宪哥，新年快乐，可以吗？我可以唱歌吗？可以吗？宪哥可以唱吗？先生，来演唱会吧。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会唱的一起唱。现在就正式要开始了，那么观众朋友，大家在今年有个好的开始，咱们就有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是的，我们要让汉典来拿主场一秀。这个也非常开心啊，我们台哥来参加我们的拜年，对，开心的。哎呀，这个没有你的话，感觉年都白过了，真的是要有年兽才可以。对，年没有地方去，太开心了。你有带火吗？有带火，有，这边这里这个鞭炮点一下。来来来，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有台客的话一定有好美食。哦，没有好吃的，伙食不好啊，他马上的掉头就走人。这家是天下三绝。哎呦，你都知道了。当然当然，东西真好吃啊。风鸡有没有？风鸡哎，糕年糕，还有红豆牛肉，烤麸那更是厉害。哎呀，厉害！还有这一锅，我看一看我就知道了。天下大同电锅。这能够在这个高锅里面的就不得了，看一下，是不是？热腾腾的。架杠的鱼，鲨鱼烟。哦，鲨鱼烟呐，鲨鱼烟肚，香，好香啊！过年就是要吃这种一桶的，但它闻着味道是很受不了的。现场观众朋友有没有想吃的？举手。都几岁了，你们还相信这种鬼话吗？没有，一起一起，等一下我们发下去。对啊，过年就是合家欢乐嘛，要围炉。今天马上就要来看看我们陈汉典的个人秀了。
的表演。哇！喂，慢点。Escapemos, tan lejos de aquí, distantes de todo. En la oscuridad, donde no haya más, donde no haya más, quieren tus ojos.对不对？宪哥，我跟你报告一下，这完全是一个自肥专案，自肥，真的，跟你报告，千万不要这么说。跟你报告一下哈，这个本来这一段的表演是我，哎呦，你怎么能够就让给他？后来由于我现在没有胆，所以太油腻都不太适合。你太可惜了，好险是宪哥没胆。对，我想说跟我心中的三位女神跳个舞呢，可妹、彩珍、志熙。对，哇，今天看你们穿上，我后悔了，不行，再录。这个画面给你看嘛？怎么样？感觉怎么样？你看，好，不错呀，今天来的也是要对不对？好好给我们看表演的嘛。三位都可以射飞镖，射一下飞镖来，领取一下礼物，抽一下礼物。不要射海点，是真的射飞镖，不要射我，射那边了。吓了一跳，我以为高雄那一种呢。没有。喂，不要乱点啦，今天过年啦。那我们就站在这个地方喽，请射。哎呦呦！财运滚，等一下，滚一圈，滚一圈。对，他的背，这个是最痛的。哎，真的很痛啊！好，加油！不行，哎，我跟你讲，我再给他一镖嘛，给他一镖，还是你帮他射好，好，那帮我射好了，射，我帮他射，帮他射，来，彩珍，你这个算你的，我的主场嘛，对的，好，来，一二，哎，这个要五下，请你试，哇，靠，这个如果我的话，我就受不了，很痛，五下，哎，大过年来碰。熟很痛啊，熟哎！哇，哦，哇，好痛啊！杀鸡免拔毛。来，再射一镖，搞不好你已经不敢射了。我们就已经六个小时了。一二三，射！太多了。好。
OK， 下一位。我刚看了一下，真的没有一个好货，就只有红包8888，只有那个8888，其他都拼了拼了，就中间的中间。OK， 下面的不错。一元夫妻，你花钱几块啊？什么良心，真的是一块钱，我们送不出去。好，好了，恭喜他们。那么每一个人呢，在这个2016年呢，这个十大话题人物里面啊，你们应该都有一些印象，对不对？有的，有的。汉典今天准备的这个太好了，汉典带来的哎，十大话题人物，2016年度十大红人。那么有的他们是因为新闻网络事件而爆红，有的是因为网络新闻事件而爆红，甚至有的是因为线上网络新闻事件而爆红。那么究竟他们有什么魅力呢？我们今天通通把他们请到现场。首先要欢迎的这一位呢，有印尼陈汉典之称的 Rich Chiga， 我们来看看他到底有多像。Rich Trigger， Hello everyone。 我听说在台湾有一个人一直模仿我，说他是 Rich Trigger， 但真正的 Rich Trigger， yeah， 只有一个，就是我，其他的全部都是 Rich Kyoga， yeah， Kyoga， Hello Hello。 其实你讲 Kyoga 这个有点严重了啊，因为就我了解，这个在台湾呢有一个叫做 Hank Baga 的，他学 Rich Trigger是一把手，不可能是一把手，是就是第一名哈，第一名算是佼佼者。那不然我们今天来比拼一下，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你刚刚的表演其实不是很到位，不是很到位，是不然我们比现场的欢呼声，欢呼声是吧？看谁的动作经典，欢呼声大，是赢的倒酒，输的接酒，输的要接，没有问题。其实这是有一点风险的，因为我今天要主持一整场，现在才第一个，这是我的主场。是有点有点风险，拼了拼了拼了，不敢不敢就认输。好，那么你先表演好了，没有问题，我先看看，你先表演。老师音乐谢谢。你刚刚你看到那几点了、啊？ Yeah. 其实很简单，要模仿 Chiga 它是有一个诀窍的，你看到没有？四端 Chi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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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端蹲完 Chiga 蹲。表演的比较好的请尖叫声。好了，很明显啊，这个 Rich Kyoga 恭喜他的尖叫声还没
对，还没吗？还没。好，我们要听听他。我们听一下 Richie Q 哥的尖叫声。冠军厉害耶！叫啊，不能叫嘛，好，要不然觉得李四端模仿比较像，请举手。两位 ，Richard Q 哥，我们 Richard Q 哥，比较好的请举手。耶，耶，喝酒，喝酒。那个厨神这里有话要讲，厨神，过年还是要靠一点运气，没有，其实是这样的啦。真正来讲，还是事端略胜一筹。是的，因为要听评审的。对，然后那个不行，不能的，不能，你不能心软。你身为厨神，你不能这样。可是我讲的是实话，剪刀石头布好了，只能用剪刀石头，剪刀石头布来，用命运来决定。要不然用那个男女配权。失败了，失败了，你先了，我先了哈，来，Hank Baga，我会安排，OK了，宪哥，好吧，宪哥帮我瞧嘛哈，来，失败了，哎，来了，啊，六点，清清楚楚六点，哎，慢安排，耶，嘿，啊，六点，别睡，一样的话就变成我们四个要一起，好吧。数字，输的要倒就对了。谁要最小点？谁要下去被倒？用数字吗？八十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12 minute morning bath just for living and baby girl smell blood chalk every minute wrong ways I think it's wrong way when I hit me every time I see a pee I don't hesitate to kill me nobody give a fuck about who in the kitchen with my stuff too not cool when I spend this game fuck my check and a pee with nothing but my name okay 谢谢，请把这个酒瓶拿下去好，有没有什么过年吉祥话要跟大家讲？新年快乐！哇，好仓促的结束，耶！谢谢。不喝完啊？喝完吗？啊，没事，你离开。那么接下来这位呢？他让全世界的文具行和水果摊形成一股疯狂的抢购热潮。让我们欢迎皮狗太郎，欢迎。I have a pen. I have an apple. Apple pen. I have a pen. I have a pineapple. Pineapple pen. Apple pen. Pineapple pen. Pen pineapple apple pen. 怎么？偏派 Apple Pen。掌声鼓励！欢乐！就他妈的！哦，怎么有这么可爱的娃娃的事？哦，陶哥，这帮哪省？620元。这位画家，帮我素描一下。嘿，这样构图可以吗？啊？这样构图可以吗？啊？这样构图可以吗？是耳背啊。说我耳背，说我耳背，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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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表演中，请不要睡觉。哦，有道理。过年的时候要祝贺大家。哦，没问题。拿毛笔，拿春联。哦，过年就要写春联。祝各位，祝各位，香气四溢万家香，交友
走春气吉祥横批，上轿最夯。掌声鼓励在这。哦，耶！哇，这个表演真的厉害，鼓掌的。哦，这个厉害，是吗？台哥，台哥，你这样看了，太棒了。而且他这个合乎呼应时事，但是香蕉的确最夯，三只香蕉69，现在。你说的是水果比较夯，但是艺人来讲，香蕉没有比较夯，对，那不行，相当普通，因为现在夯的是苹果和凤梨。不是，没有搭到这股风潮，恭喜淘汰。好了，那我们现在就请那个 Rich Q 嘎跟我们这个叫做Pico 太郎上来抽礼物了，射飞镖，来来来来。过年就得到高级音响，我把它转赠给财神。好，自己也要，同意同意。新年了，对，收到了。那你今天衰一年了。哎呦呦，真的，我们先提了，先提了。来来来，以你的衰故友，耶！我跟你讲，你现在心里面就。瞄准健康步道跳绳五下，耶！哎呦，够衰，他就跑到红旗8888。哇，好，好不好？要喊出健康步道，健康步道跳绳五下，耶，耶！来来，恭喜！来，你看看哦，你想什么就有什么。好羡慕你哦！你们自己想要来五下 ，Go！正常跳，这下面有鞭炮，是不是？太重了，真的，我们重来哈。等一下不算吗？等一下不算吗？好，一啊，轻一点，轻一点。一鼓作气啊！一，这个没有过，撑着，要过。二三，没有。3、4、5，还有四，没有。五。再来是下面的，对不对？交给你啊，四端。接下来要欢迎这位是获得2016世界百大美女第八名的周子瑜，她同时也是台湾唯一的入选者。不信我们不信。她也非常有可能是今天晚上唯一能看的表演者。我不信，我不信，真的假的？但是她是台湾人啊，台湾人吗？所以她应该会回来。她是唯一一个入选的，所以让我们欢迎周子瑜。可爱的周子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这一位呢，他可以说是2016最痛苦的代表，但是他整段表演我只听得清楚四个字：难受香菇。让我们欢迎。
欢迎蓝瘦香菇哥。蓝瘦香菇，本来就来天天高高兴兴，为什么要做这种我难受？香菇，本来今天高高兴兴，你一种回忆了，你还这么想哭？辣椒，香菇，真是美丽，香菇。难受，香菇。本来今天高高兴兴，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难受，香菇在这里。我快生病了。本来今天高高兴兴。请设 ，sorry， 请认真表演。台湾有一个不孝的老艺人，模仿我的表演在网络上，我很难受。不孝老艺人，想哭，我想哭的是，他的点阅率比我的原版还高，我难受，更难受的是，他还用我的脸出了一件 T 恤。还卖很好。想哭，因为我没赚到钱。我想请这位老前辈出来说几句话。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老前辈，你出来呀！你出来说几句话呀！哎呦，他真的要出去，真的耶！你出来啊？是吗？要怄气嘛？过年干嘛？卖产品去啦！干嘛？哎，没关系，你卖产品去啦！哎哎，高高兴兴，你是。反了，不孝老艺人一直带团。香菇在这里，今天本来高高兴兴来参加综艺大热门围炉，想不到我一个不孝的徒弟在这边模仿我，还说我的点阅率比他高。其实我的点阅率也没有多高，才1000多万而已。而且我出的 T 恤不是我要出的，是 Kid 帮我出的。Kid 因为出我的蓝瘦香菇，他已经躲在家里蓝瘦香菇，他也没有赔多少钱。才赔500万，谁准你帮 T 的打广告的？哎，你到底要忍多久？对不起，请你回去坐好，谢谢。还有，你叫我出来我就出来，我回去就回去啊。不好意思，脚本上是这么写的。那我就先回去了，谢谢。新的一年祝大家，有感冒的人可以积少化痰，工作上的人业绩长虹。如果你想要长大的人，祝你们经济独立，今年行大运。谢谢各位，谢谢。接下来我们要欢迎这一位，他是因为我的少女时代而爆红的新偶像，近期又有一个作品让他再度冲到一个演艺事业的高峰，让我们欢迎王大陆。哎呦，没有人了，失败。今天是除夕，我找了几个朋友一起来家里博宴啊，不是博弈，不知道他们到了没有。啊，终于到了嘛！我这还追寻呢，都有的哥，整个时间被 delay 了，还是要告我是怎样啊？大家好，生气啊，不是我肩膀姐了。你冷静一下，你发生什么事？今天2017。
在这个妈妈爸爸的舞台发生什么事，你说。这样讲也不好讲，我只在按照你看，但是看见弟哥，啊你来，你就是这弟哥，你来，你过来。但是我姓李耶。赶快啦，你小弟哥。哦、姓肖。哎呀，按照你看，我打住，来，放在区间车管理。是。大姐嘞。哎，小姐，我们在录影啊，不要坐在这边。你不要碰我肩膀啦。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生气啊？我现在生气的点不是你叫我起来，是，是你不能碰我肩膀。好，没事了，好，没事了。你不要碰我肩膀，对不起。你是小弟哥啊，我姓李。你滚。好，谢谢。啊，你们继续。整个旅程哦，都得那小弟哥直接跳起来哇！啊，你不要碰我肩膀。是我自己的手，是我自己碰我自己肩膀。啊，你评评理嘛，在起死呢哇！就评评理，其实这个问题。我知道，因为在这个大平台，我要说的是，我主演的电影《我的少女》一代女皇武则天、五月天，都即将在今天2017年带给各位满满的大平台、大平台、大平台。还有哪一位要来跟我们一起打麻将？是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我游了多久？我是八公主，这么快？我以为是59秒。我看你鼻子憋了多久？我时间好宝贵啊，你快点，5秒。我气这么长，5秒。老师，给我一个深吸。今天呢，跟大家用鸡的歌来拜个年哦。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是什么让我不再害怕失去？在这茫茫。你，我不要变得透明。祝大家机运亨通。我刚才表演怎么样？我唱了多久？58秒。好快，我气正常，我满意，我很满意。我要去打麻将了，游泳。你要体力多久？不好意思。所有的朋友都到齐了，很明显的三缺一，没办法打麻将，不打了。所以在这个妈妈爸爸的舞台，没有人在打麻将。但是我主演的电影《我的少女一代》里面的台词是好有自信哦，也没有带给各位什么。但是很多人问我说，大平台到底是什么？今天就告诉你，大就是希望大家打牌的时候牌面都很大。平，今年过年平平安安，在这个美丽的宝岛台湾，这就是带各位满满的大平台。谢谢大家。大平台，太好了，谢谢你们三位来。啊，没有，射飞镖了，要射飞镖，射飞镖。抽奖品啊！射吧，来！哇！真的假的？我也要！第一次，第二次，给你一个，真的有啊！平台，有哎！我也想，对，的幸运，恭喜！我好重，超重。下面一位，哇塞，好像林静，命越苦的奖品越大，对，命越苦的总该给人家获得。香蕉苦成这样也拿到好。林静不错哦，今年啊，哇，哎呦，女神林俊霖，就是很侮辱了。十指紧扣，磨鼻子10秒。大家好，我就是女神，不想抽到的，恭喜侮
露，恭喜露露。多少人想要跟露露十指紧扣？对啊，这个等于是女神跟女鬼的合作，合作无间，紧扣一倍，启动，好浪漫，鼻子靠一倍，十秒，好好好，太猛了，哦，哇！姐妹们，时间到，谢谢。好的，一见彼此哦，这样子就以为对，先吸一吸啊。我到一整年没有看到过阿虎心情是这么好的。他这一年的薪水都买不了这个靠背，完全买不了，发自内心的笑，插头都买不了。卸妆了，今年要变好，好，谢谢。下面一位，下面一位，我想说洗脚器太脏了，好，瞄准右边，好来，抛物线，哎，十下，这个有时候就像溜了，真的，难免一两机会啊。三，哎呦，哎，身体很好哎，七，哇，两下，加了加了加了，还是两下不用了，九，还是两下不用，啊，我们一下给你一千，好，啊，算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想说你不要跳两下，我们给你两千，来不及了，我们让重力很没诚意，谢谢他们，下一位，谢谢三位。好的，那么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场景就知道是大热门午夜场，不会让你失望，六回六冠。今天到底要吃什么？我们要介绍里面的人吗？啊，对，今天呢，其实我就是要介绍这个撸心门里面这位呢，可以说是星座庄家，不是庄家，他本身不是庄家，可是他过年的时候可能偶尔会当一下庄家。我们介绍的是专家六冠，我们要介绍的是专家，星座专家，让我们欢迎唐立奇，欢迎他。老师，老师，唱得非常的紧张。双子座、双鱼、牡羊座、金牛、双子、巨蟹座、处女、处女。闭上嘴巴，听我乱说。谁让谁的双鱼、牡羊座、金牛、双子、巨蟹座、狮子、处女、天平、天蝎、射手座。闭上嘴巴，听我废话。好了，祝大家今年行大运。好的，那么听完唐老师的这一段表演呢，很明显唐老师是属于说的比唱的好听。那么接下来欢迎的这一位呢？他是这个要讲到我今天早上在这个电梯门口遇到了这个大批的这个媒体，是，还有呢这个热情的粉丝，我就跟他们挥手致意，想说他们因为今天是我的主场，对呀，结果有一个彪形大汉就拍拍我，李先生，请往旁边站，因为我们的总统要来到现场，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欢迎我们的总统。蔡英文总统来到现场，欢迎蔡总统！欢迎蔡总统！有啊，我跳，有啊，我正常跳。最近这个一例一休引起了很多的民怨，然后造成我的雪崩式的民调，企业界也反映了许多的成本，
哦，许多物价也跟着飙涨。但是呢，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能够有好心情。谢谢我们的总统，好，蔡总统，谢谢，谢谢，谢谢蔡总统，谢谢蔡总统。啊，这就走了，就走了。那么还有人呐、啊？还有人，还有，还有。那么后来呢？因为我今天在这个电视台门口啊，这个一楼遇到的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太厉害！后来我搭电梯到四楼，电梯门一打开，又有大批的粉丝，又有以及你的粉丝又来了。这时候我觉得我确定了。一定是我的粉丝，因为今天是我的主场，是我又跟他们挥手致意，感谢他们的支持。就有一个彪形大汉就拍拍我的肩膀，李先生，请往旁边站，因为另外一位总统要来了。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美国总统川普，让我们欢迎President Trump。I can say Chinese, yeah. Okay. Welcome. Hello, everyone. I'm the president of 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Donald Trump. Hello. Welcome. Thank you. Welcome to Taiwan. Welcome to Taiwan. Yeah, yeah, yeah. Hello. Hello. Sit down, please. Hello. Sit down, please. Hello. Hello. Yeah. And what your favorite? What happened? No, my chair. Follow me, yeah, follow me, yeah, follow me, okay? Chair, yeah, okay. 大家都很好奇啊、哦，就是你跟这个小英总统在这个电话里面这个谈话的内容。那么今天因为小英总统也来到现场，所以你们要不要帮我们重现一下啊、当时的一个状况 ？OK， 让我们再次欢迎小英总统。走。总统好，普惠，普惠。哎哎，有电话，电话。哎，不要急，不要急。哎 ，Hello， 喂，哎 ，Hello， 请问是川普先生吗 ？Oh，I know who you are。哎，你是台湾总统蔡英文，蔡小姐吗？你应该要称呼我为蔡女士。今天我打这通电话过来是要祝贺你，恭喜你当上美国总统的。Thank you, thank you。这个选战真的是打得很辛苦啊。那我既然是一个成功的商人，那我一定也会是成功的总统。谢谢你的祝贺。我们今天能够讲到这个电话，也是很久没有的缘分。是，对，对，这个。这是自1979年以来我们首次哦两国的对话，对，算是达成了这个热线啊，对，已经37年了，这是一条情感的线路，属于你和我。铃声响起，那就表示有话悄悄说。除了我们，没有别人，休想占有半分钟。一端是你。一端是我，四端是我，热线你和我。这是一条情感的线路，属于你和我。铃声响起，那就表示情话悄悄说。除了我们，别人休想占有半秒钟。一端是你，一端是我。热线你和我，啊啊啊！热线你和我，啊啊啊！热线你和我，掌声鼓励。既然呢，我们两国热线已经接通了，到时候我再过境美国，哦，再跟你打声招呼，跟你喝个茶。OK， 叫串门 ，We are seen。主场，好多人来接你哦。我要打电话给朋友了，对啊，对，打电话给朋友，朋友来拜年了。是，那你有什么朋友吗？我们都担心这个。那就范冰冰嘛，哈，然后是你朋友王力宏啊，哈，对啊，真的吗？我试试看，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接啦，这也是压力蛮大的。来哦，来哦，哎，哎呦，好紧张哦。没有电话，因为他拍戏的造型哦，不能那个。这个是他。挂掉了。喂，王力宏吗？力宏。喂，宏哥。喂。哎。我是汉典啦，我是汉典，我们在录那个过年特别节目，宪哥跟露露都在这里。
还有台哥。嗨，力宏。这是诈骗电话吗 ？No No， 哎、hey, ，Come on， 哎、hey,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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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来来来，力宏，我是宪哥啊。嘿嘿，见鬼了！哎呦，哎呦，嘿嘿，对嘛 ？Come some music， come some other music。什么时候发唱片要过来宣传一下啦？很快啊，明天就回去了。哎呦，啊、真的吗？真的哦、但我明天没有录影。喂。人家接就很不错、啊、开玩笑，明天就回台北，然后就做一些火力全开电影的宣传、哦、因为火力全开演唱会电影很快就在台湾上映，漂亮漂亮，太好太好。太点，你现在是在录影节目是不是？对，我现在在录影现场啊，很多人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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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小米，哎呀，是啊。哎呦，好好，力宏，好了，他只是要证明说你是他的好朋友，对了，对了，对，所以一定要打这个电话，对啊，对啊，顺便这个是不是跟我们观众朋友大家拜年呢、啊？现在搞清楚，鸡年拜个年，好，新年快乐，鸡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太好了，谢谢，好，那我们真的开心了 ，OK， 好，那我们再次谢谢大家，掌声，谢谢宏哥，谢谢哦，谢谢，谢谢，谢谢，拜拜，冰冰，哎，冰冰啊。哎 ，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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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哎哎，看看，哎，冰冰，哎，我们在录影啊，你先接，哎，嗨，冰冰，哎 ，Hello， Hello，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哇，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哎，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我们在录这个过年特别节目啦，这个宪哥跟露露都在这里，还有很多艺人齐聚一堂，没有，我在车上要去公司开个。好，要开会是吧？你呢？哎，我们好啊，我在录影啊，对啊，对啊，跟你拜个年啦、啊。啊、哦，宪哥，新年快乐！哎、好久不见。哟，你好，好久不见了啊，对不对？啊，下次有机会我们一起录影啊。你跟汉典录、哦、什么录呢？还好，你们天气好吗？我们哦。天气啊，有雾霾吗？北京很冷哈、哦。好啊。北京很冷啊，我住五环那里啊，你住哪里啊？哦啊，这节目里面不用讲，先不要，先不要，冷静，冷静，冷静。对对对，很多人在看。现在要去开会是吧？对，今天有一个工作要去开会。然后今天北京的天气很不好，全都是雾霾。雾霾，对，要注意身体健康了。对啊，身体健康啊。哎哎哎！挂掉了。好了，收讯，收讯，证明有就好了。对了，对了，鼓励一下啊。前面就先拜完年了，对了对了，这一段太精彩了啊 ！OK， 今天最精彩就这一段，就这一段。观众朋友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的认真你们看到了吗 ？Thank you， 好的，再次谢谢他们给他们热情掌声鼓励。大喊大笑过新年，露露主场秀来喽！我们找到算是家属了，应该是有裙带关系了，一起来吃我们的这个年夜饭，一起来吃我们的年夜。说大过年大家一起围炉嘛，很开心嘛，一起围炉，对不对？对啊，今年会一起围嘛？啊，一起围，应该是共锅了，对对，共锅一起泡了，一起那个吃个饭，泡个茶，当然当然泡茶。今年成绩也是不错啊，哎，还好。对啊，自从离开我们这个大热门，一飞冲天了，对，那么。长的时间没有了，对，那么长时间我们都没有想念你。其实有，我们在节目上常常提到你的名字。对，这个也算哥千里姻缘一线牵。对，有时候呢无缘见面不相识，是吧？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祝福你们能够好聚。对呀、啊，过年怎么一见面就讲？没有没有，这已经是我们最吉祥的话。你还要想听别的吗？不用不用，我们要好好介绍一下这一个菜，新庄怡品大饭店所提供的。等一下再好好来享用一下。哎呦，天，你的主菜已经到了，就是这三粒卤蛋。三粒，还竟然还有卤蛋呢？我只能吃这三个。没有没有没有，都可以吃，都可以。不过这个露露的一个才艺啊，我们在节目里面啊，看到非常多。哎呦，其实他表演上面都很棒，是，而且有爱情的滋润之后，哎呦，那不得了。两个人这个一起手牵手共同努力在演艺事业，这个是非常棒。而且宪哥，你在讲什么啊？我在说 K 跟许维恩，是是是，因为会有一种幸福肥嘛，对对，一定要的嘛。跳这么快，好，加油啦！好，是，谢谢。那咱们就来欣赏一下，今天是露露的主场秀，来呗，一起来欢迎露露来喽！曾经在我眼
是抱歉，这是今天的第六遍。电影里的配乐，好像你的双眼，我爱你。今天这个整体的感觉，穿了一个齐膝盖的这个短裙，怎么样？怎么样？看起来真舒服，对嘛？然后再配一个小靴子，有没有？哇，那个然后两个人遥遥相对，这个是和声老师，真的，我在这里，不是我想说对不上吗？歌手是哪一位啊？不是，我刚刚都没有在看啊。谢哥，大过年的，能不能尊重人呐？大过年，我们想说，刚刚那个怎么找得到脚踝呢？对，来来，有家人来，阿达给我们讲评一下啊，感觉怎么样啊？今天和声老师吗？哇，来来来啊！哎，三位真的是，我觉得他登场真的很棒，初登场啊，我都感觉我不认识这个人。哎呦，哇，哎呦，耳目一新，哎呦，在阿达呀，你们是我的粉丝。你阿达面前表演会不会紧张啊？不会啊，对你真，你真的是一个典范，你知道吗？因为以前我跟露露讲过一个话，怎么样？演艺圈里面啊，公开等于分开。哎呦。对，没有嘛，但是都没有这回事嘛，就 OK 的。你们两个现在是处于暧昧之中，还是已经有？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吗？没有，我们现在是属于刚刚唱爱要坦荡荡，是到今天要不要坦荡荡呀？过年嘛，对不对？给他坦荡荡了啦，我告诉你，喝他
汤喝个汤，就是一个压压惊。哎呀，就是一个公开，然后呢，公开开放大家追求我的一个状态。哎呦，真的假的？勇敢往前追啊！这么坦荡荡，我们每次跟你开玩笑，你也没有拒绝。哦呦，真的吗？呦，确定吗？对哦，来来，我是不是要份额离场呢？一定要假装要赶通告就份额离场。对啊，干嘛份额？但是你份额离场可能是好事，因为后面的表演可能你会受不了。对我而言不是好事。对对对，看谁受不了。这是一种考验。你如果看他在跟人家表演的时候，你有 feel， 而事实上你就知道，哎，自己可能对他有好感。哇，那这个刀要不要先收起来？不，我没也没这么严重。那如果他跟别人表演，而你在切鸡块吃，喝汤，喝尴尬了，没了，没了，是自我的测试，好吧？今天的表演讲真心话，唱来真不错，真的很漂亮，气势很强，气场够，对，很不错，小公主啊，气势，对啊。而且我宪哥有一个很感动的地方，就是这现在这些粉丝好像比当年那集鸟屎的粉丝还多哎。哎，对的，因为我们鸟屎，我们摄影棚挤不下，要不然有更多人，一千多人呢。啊，哎，要来参加我的那一段。哎，修改花嘞，我修改花嘞，该他不会。哎，然后这位同学。然后为什么你那我那个还是只有两三百个人能进来，然后就问说，那要不然不能去我那个，能不能来露露这边？是，你看有板子啊，对不对？对对对，所以我要跟现场说了，好不好？爱摇摊呐。接着下来还有一团要跟他一起来表演的，有一团呐，一团呐，哇，不得了，一坨的贵虎的女孩子再怎么样，对不对？过年一定要让你吃一点鲜肉嘛，一定要，而且是鸡年要吃一点鸡肉嘛，鸡鲜肉，一定要吃一点鲜肉男团秀。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一件事情 ，You ready? This is B O Y， 把手机甩了，帅，把手机甩了，帅，把手机甩了，帅帅帅帅帅，把手机甩了，帅帅帅啊帅。我昨晚喝太醉，手机忘记充电，好像是睡我隔壁的女孩拿走充电线。一睁开眼，我想她会先点开 FB， 因为要检查昨晚派对的照片行不行啊？早五晚六点花到凌晨一点半，谁来来来？没了手机你该怎么办 ？Why oh why？ 吃饭要先自拍，上传 IG 再加菜。My oh my！ 一顿饭是你岂肯虚难逼的状态？黑的甩了手机，把你的头抬起，不要再被我黑的找回自己，别总是那么在意那些维度讯息，有时间要找你 APP别选择当下，不要再说下下下，瞄准失败以及必杀，这场革命责任我已肩扛，我心胆我想利益放两旁，又会被典当失败被流放，披上铠甲战鼓响起，等着我君临天下。啦哩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哩啦，尖叫声。
遇记忆要小心。Make me crazy crazy baby baby honey honey 就要你敞开心，就跟我一起吧。哩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哩。哇嘛，你们看好吗？来来，今天你主场在中间，好好，对呀、啊，像好吗？搞得评审都在怒斥，哇，那就吃一些卤蛋呐、啊，对不对？你这样，Hello，以外貌来讲，这一边是完胜，对呀、啊，但是阿达是靠才华，阿达靠才华嘛，爱内涵光，哦，我跟我写的嘛，那什么东西？他讲什么？那首歌是他写的啦，哦，好喜欢，好喜欢你是他写的，我就那天认得我喜欢你，你看大家都能朗朗上口，这就很棒了嘛，厉害，他们这一团这个 boy，、hey, 大家好，我们是 BOR boy， 出道怎么也差不多一年了。我们其实才差不多四个月而已，四个月，还不到一年呢。对啊，四个月对我们来讲度日如年，才四年差不多。这样这样讲起来听起来怪怪的。对啊，台，你看新人嘛，对不对？新人是出道第一年，第一个月，第一个月对我们来说，但是你们的表演很成熟，谢谢，相当不错，对不对？这两团选一团，来来。怎么办？可是这边量比较多哎。量多。第二天。对，这边先，哎，刚好一三五六加起来刚好六天啊。啊，然后礼拜日就阿达。礼拜日再等。喂，这样。礼拜日要休息，想到我。来来，那个评审老师，刚这个表演整体性跟我们讲评一下。对，哎，很好。就这样。对呀、啊，没有别的，怎么酸味那么重？啊、没有，还好啊。我觉得不是酸，只是就是看得蛮开心的。是吗？对呀、啊，你跟那个谁去泡，不是那个泡温泉妹。好啊，你跟他去穿婚纱，我们都没有生气。拍婚纱，今天露露这样穿也蛮像婚纱的。哦，有必要这么多老公吗？我的后宫这样，可是我觉得他们刚刚改编好喜欢你的那个 EDM 的版本，很棒，很好听，而且可以大家一起跳，感觉很好。你们来就来，你还带板子来宣传，还有东西，不是特地为了我来吗？对，还来宣传，是来宣传的，只是很骗的。你们这四个人，哎，年轻人，给他们宣传一下，谢谢。因为今天的收视率是特别高的，刚好是大家团圆嘛，是啊，来来来，那我们先正式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们是。Titan， 我是 Titan 的队长比利，我是奥斯丁，我是正义汉之，谢谢。然后在我们在1月16号就要正式发行我们的 EP， 送给主持人，哎呦，多哎，谢谢，你看，知道你们是来宣传，我就放心了。讲一点嘛，对不对？那我们是一定要的，对不对？台湾，而且他们还有签唱会，介绍签唱会。我们2月4号的话有两场，下午2点，2月4号下午2点在高雄梦时代。2月4号下午晚上6点的时候在台中大鲁阁。对，然后我们2月5号在台北西门町联合院。哇，那希望大家可以来。跑来跑去啊，当艺人其实是很辛苦的。你看露露这一年的成绩啊，是用生命去拼出来。对，哎呦，对不对？跟着你一起拼啊！不不，今年成绩算最好的，谢谢贤哥，对不对？好，你后面都没有话了，没了没了。这么好，
赞我。还在期待后面过年总是要嘛，所以要一两句的前面，一下子从的新人你也变前辈了。哎，对，是不是这样？对，加油！谢谢。你们唱片哦，我们不是在宣传的，你们是特地为了我来吗？对，那我要发自内心的。对对对，新专辑唱片已经在做了，对不对？已经出来了，甩了就是。好好加油，对不对？甩了阿达嘛，对不对？对呀，甩了，气到他要怒吃卤蛋的啦，怒吃第二颗卤蛋，怒吃第二颗，跟卤蛋其实长得蛮像的，真的是太棒了，卤蛋哥，来来来，那我们抽个红包，抽个红包，好吧，来来来，我先放，过年给他红一下了啊，哎，放心，这个红包里面呢是没有地雷的，没地雷，因为刚前一个小时有点危险，选一包，要么就是奖金，要么就是奖品，都很好，都好的，都没有什么健康步道啊，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们拿掉，因为我们是两个人，所以两个一，金额都很大，我先跟你们暗示一下 ，OK， 但是它里面。所有分是我们给你还是你们给我？先还给你，先哥。没有，哎，高速宝没什么钱啊。对自己的运气有信心吗？过年就是要赌一下嘛。对啊，来来来，高速宝到了。现在直接开吗？自己看，自己看。不然明年再开。哎呦，哎，他选十一号内行的。哎呦，大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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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抱除夕夜，哇，很大的东西啊！恭喜恭喜。十一号就是光棍嘛，对啊，没有别的可以抱抱抱枕好了，抱抱抱抱，来，那你们这边来，队长队长帮我们抽一个，那我们就抽个19号，有个暗示，你相信刚19，宪哥暗示你，哎呦，手不要抖，手不要抖，手不要抖，好紧张，出道也得到，哇，吉利吉利，八台分，不瞒您说，观众朋友在看我们节目的话，这是已经是我们今年最大的奖，是的。这个多 tricky 你知道吗？888×4，刚好222，最二啦，还骂人，好恭喜他们啊！哇，今天你的好帮手都是男生哎。对啊，哦，今天总是要有点福利吧？听说还有一个好朋友要跟你合唱啦，干嘛呢？哎，不同路线，阿达也会唱啊，是不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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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饶舌，他是饶舌，饶舌。哎，饶舌现场也来一下嘛，来来来 ，battle 一下。耶耶耶 ，battle battle battle， 一下饶一下，饶舌，耶耶耶 ，freestyle，you you。歌正在飞，你超是轻的，你的脸太衰，你要使劲。如果我是对手，你太吃力，想要追我，还不如快止境。太多笨蛋都还没被电过，大过年的先拿来吃年夜饭。今天算你倒霉遇见我，快投降，别拿自尊去喂狗。battle 的内容很穿，但是就是因为他这个口齿不是很清楚，他真的嘴巴里面还有含一颗卤蛋，真的含卤蛋，把它吐出来。又又又阿达，耶耶耶耶！现在轮到卤蛋哥，卤蛋哥，卤蛋哥，卤蛋哥。如果要见大家一起来 battle， 你的速度千万不能太慢，如果太慢那就没用了。一六七十二六退三六五八四六跪五提斗六抬背，七脚八脚九脚跪，九脚跪九脚跪。你这是在混时代有诗吗？时代有，来，又有好朋友跟他合唱喽。我的天，我的腿怎么老是不明显？我大腿，我小腿，白天练成一线天。我努力想减肥，却又减成 A 罩杯。连我国小同学都在笑我碎。每天穿高跟鞋，结果换来萝卜腿。我不吃，只喝水。倒卡公咖玲珑塞，小朋友不要学，姐姐就是粗腿妹，人家也想穿短裙和长麻靴。脚踝脚踝，你在哪里？为什么
有米大腿，最流行的大腿，还有一双找不到脚踝的小腿。我有米大腿，我还有露露腿，柔柔的你捏起来才最有感觉。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让双脚去腾空，让我们去感受那无忧的天空，那夜色纯真的感动。哦，脚踝脚踝，你在哪里？为什么我找不到你？藏在那陀飞鸟隔壁，想你想你想你好想你。我有米大腿，你有米大腿，最流行的大腿，最流行的大腿。我有米嘛，是不是这样？你们两个一出来啊，那个灯对 feel 哦，真的，直接让我们主审他已经含恨离去。是的，那么因为卤蛋他也吃完了，他也不是自惭形秽，对，觉得说他这个技不如人，他就先行退开了，先行去了，再也不回来了，断开，坐在那边也不好，断开锁链，断开魂牵。他刚刚要走的时候还交代了一句，他说什么？真倒霉，以前帮他养老婆了。而且你唱的歌都是他写的，你知道吗？跟别人合唱，对，唱的那么有 feel。这种 A 唱 B 的歌，然后 B 开演唱会，什么到最后 A 跟 B 都没有在一起，分别都成家，那也蛮好的。宪哥，我们今天准备这首歌是有意思的哦，有两个人刚唱的腿之歌，有腿之歌，再一次证明那首歌不适合唱慢。没有，我们刚刚有，我们也有感动到，有真的吗？对，觉得这一路走来啊，靠的就是这一双露露腿，真的真的真的，就是你赐予我的名字。然后慢慢的一点一滴哦，然后哎，观众会觉得说，一个这么认真努力的一个女孩子，她的条件比别人差。就是后面有好话，我在等好话，我在等，但是她努力向生命中怒吼。在生命中讴歌，挑战不可能 ，Mission Impossible。I'm gonna swing from the chandelier, from the chandelier.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你如果
果继续唱的话，你连结婚的时候也正经不起来。但我觉得真的是不简单的是他，我跟他讲一些唱歌的就是高音的地方，因为他有时候很矜，是是。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要放松，然后就是撑上去，然后气音多一些，哦，就会像仙女一样飘出来。放松，然后撑上的。哎，敏佑，你不能等特别先阿达一走，你就开始在教人家。哎，我要放松，撑上去，然后放松。我都是去他家练习。哦，是去他家教学啊。我连蔡妈妈都见过。哇，好险，阿达已经离场了。来，给你抽个红包，红包红一下，来讨个吉利。哎呦，五号，拿点东西回去。直接拆开，直接拆开，来。啊，就是恭喜恭，还有缘呢，钱有钱啊，好运带着走，是什么？好运带着走，上礼物，帽子。为什么？好运带着走，这大过年我怎么好意思转钱？哎，明佑那么有诚意，他经常表演，谢谢他们。谁？夜夜黑梦未必能。
以交到这种朋友呢？好好过日子啊！这谐星你干嘛？你是歌星。我们两个是因为，就是我们都是自己觉得自己是公主，所以我们只要一唱公主歌就是可以 PK。是因为这样。其实我觉得事情开始是因为我们每次在校园遇到，然后我在后面唱，我在前面唱的时候，他很爱在后面，就是我可以帮他对嘴。嘉威哪天生病，对，而且他还企图要跟我拿我歌曲的所有的卡拉，就是等待我生病的那一刻。这么爱唱。不信你站在后面，我来对嘴。对呀，对呀，像天堂的悬崖。好，好。别给我像是天堂的悬崖，别逼我跳下无底的悬崖。谐星就是谐星，戏很足啊。还要继续哦。好了，不要，要走出自己的路线。对，因为嘉威来唱腿式歌也不 OK 嘛。对不对？好，我叫你大腿。你看，再给你哟，再给你，给你。阿畅也很可爱啊。喂，嘉威其实也有露露腿哦。来，好，你不要告诉别人可以吗？好，好朋友才能这样推嘛。你们两位特别注意，这个都不是重点。啊，人只要在你这某一个长项里面出头就够了嘛。对，是不是？对不对？没错。来，抽红包，来抽吧。强项是抽红包吗？转太硬了，转太硬了。来，你自己挑一个。那我要一号好了。嗯，真的吗？宪哥会给你暗示的。OK 的。那哪一个好，宪哥？真的吗？确定吗？一号。哎，没有人这样看，欧美用起来啊。想抽啊？真的要一号吗？一号好吗？一号好吗？好像还不错，那眉毛蛮有戏的。OK 啦，一号就一号吧，来。好，一号。自己开吧，自己开。好，我要开喽。圆。168元。不错，888是最大奖。你们那个最大包哎。好来，祝你今年一路发。一路发，好。好吧，今天太开心了，对不对？我们这个接着下来还有更精彩了哦。有，不要走开哦。大热门的大笑过新年。没错，除夕夜给你。待会儿再回来，好不好？大笑过新年。曹大哥呢？只要有曹大哥，收视率就是第一名。对，今天整桌都是要给你吃的，好好慰劳你。志顺说我们这一年辛苦了，所以今天请那个老人来摄影棚好好的吃一次。而且没有暖呐，没有什么。快快秀秀老残穷。这是新装怡品大饭店的菜。对，哎，海那个鲍鱼了，鲍鱼了，很高级，而且还有战斧猪哎，战斧猪排啊，你看得到的都可以吃啊，而且还有水果塔啦，可以吃，可以吃。对，就专给你吃的，通通都可以吃。怎么这么好看？天王表演，然后还可以吃。哎，对啊。但是这样子，我们会不会好像说，对我们这个宪哥好像没有什么信心？就是会吗？就是弄很好吃的，然后想说他表演会不会不精彩？不会，不可能有这个事情。你们想听谁唱歌？那是你们，宪哥不会。谁？想听谁唱歌？谁？大声的喊出他的名字！宪。竹杯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走过窗，心事我了然。宣纸上奏彼此此刻一般，釉色渲染是旅途，韵味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凭你书翰里放前朝的飘逸，就当我未遇见你伏笔。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传世的情话，此自古自美丽，你眼带笑意。
色白花青的锦鲤跃然于碗底，临摹松提落款时却惦记着你，你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几夕你犹如绣花针落地，帘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在泼墨山水画里你从墨色深处被隐去，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疏寒里放千朝的飘逸，就当我未遇见你不必，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传世的情话，此次故此美丽，你眼带笑意，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疏寒里放千朝的飘逸，就当我未遇见你伏笔，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传世的情话，此次故此美丽，你眼带笑意。断你，可是今天很完整。对呀、啊，对呀、啊，我们根本不想打断。今天怎么可能打断？我今天把素环真都请来了，你们打断我完全。哎呦，太棒了！无双乐团应该给他们掌声。对对对，哇！对呀、啊，我曹大哥的卡，曹大哥。哎，曹大哥，喂，你不是要来看？副歌那个很重要，那个地方我心里想，我转过来互动一下，他可能会跟我一起唱。对对对，他筷子刚好举起来。曹大哥，哎，他先跟导演，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就在那边好好吃点东西。不是，你也不能真的不管啊。对对，嘴巴起码要互动一下嘛。对呀，评审讲评，曹大哥唱的不好，唱的没有。刚才跟他们讲说什么？我跟那个汉典跟露露讲，我说你看。歌星就是歌星，当过歌手就是不一样，不一样，一出手那个舞台就不用讲，好不好？你们自己讲。掌声热烈一点，掌声热烈一点。行家，这个叫做近乡情怯，你知道吗？为什么呢？我从来没有在这个舞台上是以歌手的身份出现。对。而我当然也知道，就是这个聋子都听出来，其实唱的还可以。不是，先把话交给我们讲。对啊，我们太谦虚了。多久啊？不是，真的。你刚刚一开始说要 be humble， 对啊， be humble 就我的谦虚就跟鱼的即兴是一样，七秒，七秒就没了。对，没有了，开玩笑的。但因为看到大家，小巨蛋，我。今天是巨蛋，不要叫我。你看我手多冰冷，真的好冰冷，我从来没有冰冷了，你知道吗？你摸摸看我的手是冰冷的，是不是？三哥，对不对？你看看，可以了，是不是冰冷？我们刚刚已经握过，是不是冰冷？是，而且胸口也冰冷。不要再这样，你们的主场就可以搞得那么澎湃，你那个狮子跟野，我就要自己一个人。我这样很累耶，后面还有好的啦。伴奏真的很到位，非常，而且青花瓷就适合这样，画面又优美。你们都不觉得为什么我一出来就唱了青花瓷吗？我们也觉得，对啊，我们还 confused， 可以告诉我们，还是要大和解了吗？不一样，不大。今天该不会大来宾是？是吧？杰伦，周杰伦吗？好了，那我就讲了啊，比杰伦还大咖。哎呦，真的假的？我比杰伦还大咖。我的想办法就是开了这个口说，有没有可能请他昆凌啊？没有邀人家，邀人家老婆，见面，没礼貌。然后我就跟他开了这个口，然后他悠悠的，我心里想啊，那不可能，完了。哦，他怎样？
啊，We'll see, we'll see 啊，跟川普回答的是 We'll see, we'll see, we'll see。杰哥没想到从门打开，你跑一圈，你从再出来。那后来没想到，天哪，这一咖能够来啊，那整个我们这个真的吗？蓬荜生辉，能够比周董还大，那就只有周妈妈嘞。叶惠美，喂，你笑啊？我们公司有詹美惠，詹美惠是是，都叫美惠。所以你看这个为什么唱青花瓷？因为我人生里面三个哦四个最喜欢的歌手，哎好，第一个，一个是曹曦，你大哥就不说，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你应该感觉错，这个是硬卡上去的。能不讲吗？对，我一看到一句话，不然哎，这个不是艺能界的常青树，它是艺能界的仙人掌。天哪，对不对？浑身都是刺啊！没有，我们也是很认真的。现在已经好多了，好多了。那要不然你看这么多丑八怪来，我都没骂他们。你已经骂，我都没有骂他们。第二个呢？第二个呢？当然，最喜欢的三歌手，对对对，周杰伦，嗯，然后呢？张学友，张学友，罗大佑，哦，天哪！哎，那你这样子唱了一个，哎，今天有一点亵渎神明的意思。哎，你太客气啊！怎么可能？这样不像你，这样不像你，因为我对他们三个人来讲是神。他们三个人对我来讲是他的粉玩笑，是我是他们的粉。周杰伦有今天，如果没有你发掘，他有今天吗？这互相欣赏，对呀，本就是讲，本来就是啊，这有什么？你怕得罪我们怕丑八怪，怕得罪人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对呀，对呀，对呀，所以说冤家要求结的更深更好啊。太可怕了！哎，信哥，不然这样子啊，我觉得也要无双吴宇他们也很辛苦，让他们抽，真的吗？那么他们派两个出来抽好不好？那我就抽今年一定会发的八。啊，完了，哇，你太不了解制作单位，要反驳起啊，发字不可能有什么好东西的。喂，要逆向操作，铜板吗？多少？hey， 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我叫你不要丑八，不要丑八好呀！叫你不要丑八好，丑八怪。怎么了？要换掉吗？你要填回去。我只有一次机会，里面写什么出入平安？这么多，我们不是做进出口贸易，准备的准备。哎，来了，选一个，选一个。好了，七哥不错，还到七块。Lucky Seven， 好 ，Lucky Seven， 你们自己猜。最大奖还没抽到哦，8888，嗯，真的，真的有这个，让你带回家，好运带着走。耶，完了，又是好运，我帮伴奏怎么？这我拿来，宪哥你自己送了哈，你自己送了，我拿不出来，又跟客队的，客队的，你们是同一顶吗？请节哀顺变。第二包也不错啦，也不错啦。第二包，那我就来抽大家最害怕的四号，好，四号，眼睛受伤是你是吧？还好吧？怎么了？我昨天角膜受伤。哦，好，谢谢。就这样一来，对，里面的四号，哎，辛苦，好像是钱呢，是吗？四号叫做钱吗？888元。我就来亵渎一下神明啦，好不好？就张学友的歌，我们唱一。哦，信哥要唱张学友的歌。张学友的歌不会是吻别吗？唱吻别就怂掉了。哦，哎呦，对，因为你要唱那种新一点，比较，要不然就是老一点，老到它变新的。哎呦，这种感觉，旧歌新唱，对不对？这个歌你们可能应该有听过，但没有听那么仔细。是什么歌？我要让那个 Jacky 哥。听听看，什么叫做唱歌？你不是他的粉丝吗？没有，我唱完之后他就知道他歌唱得很好，变成他变成你的粉丝了。那我唱一下《情书》，好不好？好 ，OK 吗？情书可以吗？可以啊。再次谢谢无双乐团，谢谢无双乐团。
得让我好心疼。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把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念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的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掌声尖叫声，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念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的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然后侧面看你认真唱的样子，你大声的叫了一声接力，对不对？然后非常沉醉在这歌声当中，然后这算什么朋友？装到对啊！我这个抒情在告白，他在挑菜，小黄瓜，好想拿这一只战斧牛排打你！我很好，怎么样啦？唱的好不好啦？好听，好听，好听啊！算你吞下去再说吧。我张学友跟张学友的风格，我很认真在听，我那在听，我在听啊。宪哥，你知道吗？不管你唱张学友或是谁的歌，就是你有无实唱腔啊，就是有你自己的味道。曹大哥，你真的有在听吗？对。曹大哥，你不要讲哦。你刚刚那个战斧，对啊，战斧猪吃很多块哦。真的，而且要真的要谢谢康妮妹，你看在我们节目里面好多次，对不对？康妮妹，今天也是你的表现最突出。喂，旁边还有两个。你演唱的时候都可以看，对，我都稍微有余光在瞄，对啊。我们有一集定着拍，还有卢家宏老师哦，台湾 Finger Style，Finger Style 真的是太棒了啊！哎，阿凯老师也是，吉他他这个演奏好好听哦，不如现在过年嘛，哎 ，Freestyle 吗？过年可以 Freestyle 一下吗？哎呦 ，Finger Style 哎。
打节奏的老师。阿凯老师，哎哎，你好。怎么打节奏的老师？还有名字。对呀，而且人家长得蛮像 JJ 的，有没有？对呀，对呀，对呀。唱的还可以吗？可以吗？啊，很棒。所以你看，一当一个歌手，活在舞台上，唯一的力量就是他们。对呀、啊，对，而且仙哥你不用担心嘛，都唱了三十几年，你怕什么嘛？对呀、啊，该怕的是你。谁怕？你坐在那里拼命吃，拼命吃。哎，我们当艺人要维持身材的，对不对？对啊，有啊，都挑小黄瓜吃、啊。有有没有维持？有啦，他有束缚啊，束缚。束缚。你露出你的狐狸尾巴了。束缚。有一位观众愿意听我们的歌。我们就要用生命去为他演唱，你们是我还活在这舞台上唯一的理由，谢谢你们，每一位都是 everyone 这边这边还有一小区那边，哎，你刚才唱过他们跟着你一起唱那个画面，对啊，仙哥好难得哎，平常的你不是这样子，对啊，那今天怎么突然改变了一个人？因为我在舞台上都不太正经嘛，对，但是呢，有时候人回到最初的时候。你看那一年，然后自己拿了一个吉他，唱弹吉他唱民歌或干嘛，然后为了一个生活，那慢慢生活改善了，孩子也都养大了，对对对不对？改善的改得太好了，现在养尊处优了，也没有这样，也没有这样，因为就慢慢会懂得说，跟曹大哥也是一样，对，他是一个不爱钱的人，对不对？真的吗？有嗯，视金钱如粪土，我不爱钱，我来这里干什么？里面来抽红包，给康妹抽八个，里面要八个，喂，抽八个，太谢哥，你有对他那么好，抽八个，前面才抽一个，后面不够用了，谢哥，好像自己的妹妹一样，你这样，来来，那么好，要不然一个啦，抽一个啦，大家都公平嘛，你抽一个不要的，然后其他抽。老师也要，不要不要，给他们一个战斧牛排，一人扛一只回去就好了啦。大玉超，好来来来来，嗯，几号几号？六号，六号，六号，嗨，来 open， 请 open， 猜，来，哟呼，哇，好喜欢看你开红包啊！哎呦，开红包有吗？没有啊，叫做挡掉不如意。这什么东西啊？挡掉不如意，又是过年拿一支雨伞。A little umbrella， little umbrella， little umbrella， 而且是名牌的哦，玩很大牌啊。嗯，我想不要，哎，真要，对啊，想不想要这个？对，都想要，真的还缺货嘞。大家都抢着要，他们呢？他们没有啊，来来，就是抽一下来，抽一下，抽一下，他们要了，拜托我送那几顶帽子，有什么好不送的？啊，十三号是什么？哎，老师的脸是钱，一路发六十八元，一六八，一六八。节奏老师也抽一个，阿凯老师，阿凯老师，节奏老师。哎，那个不要，那个不要，那个晒晒晒那个刚刚已经被抽过。啊，五号，老师选择五号。什么？哦，行动行动麦克风，麦克风。哦，就是很红的嘛，哦。哎，很好，网路上常常看到人家在用，可以唱歌的那个。这个可以自己嗨自己唱。别别别，算是好礼物了，好礼物啊！还有一位歌手，对不对？对，三个收集到两个，对对对，信哥，还有一位罗大佑的歌啊，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首罗大佑，应该说有一堆罗大佑，对啊，恋曲一九八零，你该不会唱鹿港小镇吗？唱那个怂掉，又怂掉。有一句怂掉，因为这首歌啊，据说啦，因为我当时因为我们还小，每一首的情歌，对，它都里面都有住一个人，都是写给某一位。对，那当时的女主角，大家去回想一下就 OK。那我不能讲，好吧？然后呢，都觉得我最后会讲的，我不会讲。不会不会。然后他就说这个歌的歌词，人跟人之间到了要告别的那个时候。对不对？告别啊！我们现在不就是告别的年代吗？告别2016嘛，对，迎接2017嘛，就来这一首《告别的年代》。好，告别的年代，现神带来的歌曲，掌声鼓励，掌声鼓励。轻轻的吹，夜沉沉的醉。沉沉的。
这蓝色的天边的回忆，好像你无声的离别的迟疑。每一次手牵着手，像在守护着你，守护着今生的潇洒和忧郁。每次凝视你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的点滴。道一声别离，忍不住想要轻轻地抱一抱你。从今后姑娘，我将在梦里早晚也想一想你。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总无需诉说出口。亲爱的，让我快见你一面，请你呀点一点头。蓝色的、白色的、五色的你，阳光里闪耀的色彩真美丽。有声的、无声的脸孔的转移，有照将反射出重逢的奇迹。风轻轻地吹，听到人大声唱，来，夜沉沉地醉，道一声别离，忍不住想要轻轻地抱一抱你。从今后姑娘，我将在梦里早晚也想一想你。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总不需诉说出口。亲爱的，让我快见你一面，请你呀点一点头。黄色的、蓝色的、白色的、五色的你，阳光里闪耀的色彩真美丽。有声的、无声的脸孔的转移，有照将反射出重逢的奇迹。眼泪都快滴掉下来，真的是有一个人已经眼泪真的快掉出来了。汤圆妹吗？没有，超大。超大，他是一直在想宪哥的那个姑娘是谁？那个姑娘是一个，是一个很热情的一个女孩子，她经常走在大街上，懒洋洋的不去。你的轻笛姑娘，轻笛姑娘。要感性了，你眼睛又有一点转啊转。人总是会要告别一些东西嘛，这个人的一生都是如此。但是就是说，有时候想想啊，上帝可以拿走一切，只有一个东西他拿不走，叫做回忆。对，所以 OK 的，曾经
曾经给你全部的好，我后来都没有遗憾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已经给了全部了。你再给我未来，我也给不了更多一，已经修 hand 加出来一，全部给了，全部弄好你啦。所以我有给那个女的弄好你啊。两位可以争取。这一段日子以来，我已经要看精神科了。对呀，是的。曹大哥有感动吗？感动，感动。你们有啦，有啦。哇，那个歌词，然后再加上宪哥的唱，歌词啦，唱的普通啦，没有，没有，唱的很好，怎么普通？没有，没有。哎，有几个可以这样唱？唱给别人看，求麻烦。而且还在，你不要再骂我的，不要再骂我的粉丝好不好？他们是宪粉，你可以骂后面素还真吗？没有，那个歌是唱那个感觉，感觉是感动，对呀对呀，听了是感动，非常感动啊，对呀，我不是奉承你，是真的，没有没有，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啊，对呀，本来就听你讲故事，然后唱片公司也就在研究说，到今年的年底，等2017的年底，对对对，然后开一个演唱会嘛，一定要，后来那个名称我不喜欢，叫什么？飞跃三十。不能偷你的是吧？不能偷了，人家是飞跃三五了啦。今天你要飞跃36了。对呀，对。刚刚有讲到说神秘嘉宾，哎，可是这样子已经很满了，你还有神秘嘉宾可以压过你吗？无所谓，因为我们这一个钟头就到12点嘛，对不对？啊，这太满，我会往上捅，所以等于会捅到我。捅一点。对对对对。捅到我，你们两个让半个钟头出来。可能我们会被剪掉。所以大家会看到我是等于是10点到12点都是我。我满满的。小时就可以，是不是？对啊，对啊，对啊。给你满满的大中线。好了，那很想知道神秘嘉宾是谁？是谁嘛？对啊，那欢迎他了吗？就直接来欢迎他了，好，好不好？神秘嘉宾，哇，真的好神秘，好紧张。接着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这个，他跟我应该算是好朋友。有，然后又比好朋友更好一点的关系，有达以上。对，然后呢，他今天要演唱的一首歌叫《Anchor》，Anchor 就是锚的意思。嗯，只要有他出现的时候，我就能够稳定下来。所以到底是谁？我没有帮助过他，都是他帮我比较多。哎呦，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神秘嘉宾出场。睡梦
被单薄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默契，用天线排成爱你的形状，在屋顶唱着你的歌，让星星点缀着最浪漫的夜晚，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开始纠结，在屋顶唱着两个第一次合唱吗？还有更感人的事情，第一句话讲出来，你们可能会掉眼泪，真的会掉眼泪。怎么踩到你的脚了吗？是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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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小明星大跟班》。宪哥，不要玩主持，不要玩主持，没有没有。那是三立啊。哦，他们有说要转过来这一台。没啦没啦，我们没有得奖，你不要这样子，我们没有没有没有。曹大哥哭了，曹大哥。曹大哥你好。太感人了。没有看到父女两个唱歌，那个是。对啊，很感动，太像，长得太像，没有太像，完全是拍点出后出水，谢谢谢谢，那个是感动，而且你知道我们在演艺圈那么久了，你知道很多主持人的下一代都不是那么优秀，不是，你这就主持人有什么？跟你聊天真的很可怕，讲的假的，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因为我们也观察 Cindy 很久了，是真的很优秀，而且很有礼貌，谢谢谢谢，而且他未来的那个，赶快谢谢大哥，有谢谢，未来我可以叫你爸爸吗？未必可以，超爸爸，可以，你是未来我们。这个新生代的女主持人是最优的一位，没有没有，你把露露放在哪里 ？OK 啦，哎，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时候就是你们未来，就是你们这一代，你们自己要携手去努力，一起努力，一起努力，没错，欢迎收看《小明星大跟班》。龙哥，你还真的跟你，这是三立。没有没有，真的要谢谢大家的一个支持啦，好不好？难得你这样搂着一个女生，我们不用阻止你的。对，而且我们那样确认，我们都。而且难得我们觉得那画面是温馨的，不不猥亵。不会被人家骂说哦什么沙文主义啦，对不对？不要脸啦，变态啊，下流啦，变态猥亵，这些都是我过去的功劳。你自己还要跟大家拜年啊！好好好好好，鸡年哎。鸡年好难哦，妈呀！这个。为什么不是讲到鸡就想到妈？什么啦？太可怕了！就我们那个大热门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然后呢，希望2017年大家都能鸡年有创意，有创意！2017年，大家都鸡年快乐！鸡年快乐！我只能走一个草林带的路线了。那走这个路线可以看，你看那里有小鸡哟，你看那里有小鸡哟，鸡鸡鸡鸡哟。太好了！哎呦，谢谢 Cindy 的，也要让他抽抽红包，一定要抽的，一定要抽的。我是8月15嘛，但是呢，哎，人家就觉得八，所以我就15好。哎呦，这个女人很有想法啊！哒哒哒！哎呦，哎呦，叫做厉害哦！哎呦，还不错哦！这什么？还不错啊，拥抱除夕，除夕什么拥抱？我都60几个了。恭喜恭喜恭喜！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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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恭喜恭喜！我这样还要蒙拥啦，这样还要立刻就是好，不然先回家，给你一个 bonus， 有需要吗？要不要换帽子？帽子还是有雨伞，雨伞要不要换雨伞？雨伞还不错。我们觉得场子不干净，我们想验票。可以再抽一个吗？你好，你要问主持人，好不好？
搞清楚好不好？我可以再抽一个吗？可以可以可以。请抽，请抽。我决定要抽一个怪怪的号码。好，就是11号。哎，几号？嗯。来喽，11号11，看一下那曹大哥的脸。你不是来偷吃菜就偷红包？你唱曹大哥骂你啦？不是，我要确定说有没有？这每个奖品都差不多，到底是8000嘛？啊，看一下，不要太危险。来，有吗？叫做洗脚器。哎，没办法，舒服哎，这个比刚刚那个好一点吧？哎，这上面我可以按摩。这个还不错，还不错。把那这个给你，因为我要孝顺，百善孝为先，先给你用。那没有爆炸，你再拿来给我。哎，对对对，好吧，确定安全再来。因为爸爸怕漏电。不会，那你就干泡。不要漏电，漏电两个人都不会活。谢谢，再次谢谢我们三弟。太开心了，这边这边这边。宪哥，其实今天我们还是听不够。好，让你们懂那个意思吗？我最紧张的就是他要出来，为什么？哦，他现在唱完了，哦，好轻松哦，我的妈呀！所以后面都无所谓了，对不对？你后面本来就没有歌了，对呀，所以后面这个亲情有时候就是这样啊，一个温暖，那见好就收嘛。不不，哎，你们想不想再听宪哥唱歌？啊，应观众要求，没问题。各位观众朋友，我还带来一位大牌的歌手，比你大牌吗？嗯，比较难。人家已经在后面了，但是也是天后级的人物，对不对？天后驾到，一起来欢迎大牌歌手。无声，落土慢半听，爱情无声，离开看无影，一个人吃的饭，叫做路飘四分，一个人的眠床，梦何时吃尽分，吃天光，一道啊，看开相思，感情千丝万缕，过去千言万语，爱到最后剩一口气。谁人把两个啊，予我清醒？谁人目一滚啊，莫搁想伊。往事千金万金，情路千里万里，一世人打袂起。一句我。万里烟，万里风霜，我上要行。什么款的撒气，什么款的角色，什么款的枭雄，逼阮穿马对风尘。什么款的爱情，什么款的坠落，什么款的温柔，予阮日夜拢想你。对
什么意义？有钱的赚一笔，看来看去也是有欺骗人的代志。不该轻易的你，一阵好一句话，一滴雨水一份情，用真情编织的梦，体会你卡甜，甜甜的感情哦，就是千万百听不厌，你知道吗？大家好，对呀、啊，太好了，听起来就送哎，对呀、啊，好有感哦，乔大哥就送了不？不送吧，乔大哥。没有，他在吃饭，他没有办法理你。在最后天啊，乔大哥不能再偷我们的卫生纸了，我们整个身体快没了。然后那个滚筒的也被偷了，怎么样？怎么样？刚刚感觉啊？你干嘛给他偷我石头的啊？就是耶，我第一摆看到你呢，我就欢喜。鸡年呐，鸡窝头这一定要，一定要。我把嘴巴换了黄飞，我们开头啊，你们没见过面啊？哦，你运气好，要不然被骂死了。来来来，那这个呢？来来来，网友初次见面，阿里卫星出来在黑的哈，摸给你拍照呢。哎呦，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我们都穿红的，对，第一次看到，对不对？哎呀，没见过，曹大哥是一个相见不如怀念的一个。喂，不是啊，我怎么都没啊？我就没有见的时候会怀念你啊，想念你啊。无人分别，变成真好听。对啊，生人卡喜欢的美男丑八怪，拜个死，拜个死。只要一上路，有没有看到？去到十字路口，那个交通指挥的警察自动让位。嗯，哎，曹大哥，前辈，前辈来了。因为黄飞的歌我平常有在听，只是我一直没有见过他本人。刚才一出来，我说哦，哇，实力派的，现场唱这么好，原来真的很厉害，真的是。他现在又出新专辑唱片，有拿到我新专辑，有，大家来，来来来，哎呦。哦，第头一张就你的，你那歪啦，曹大哥，太真好了，哎呀，真的谢谢谢谢，都知道，相惜辉，你的声名在外面远播了，大家都知道，不给你，我那讲到多难听啊，你要绷紧一点，对不对？我可能我每个臭头，对呀，我真的，我真的要被变鸡窝头，太好了，新专辑唱片期待好久啊，相惜辉，相惜辉哦，双生花，唐东我请问去休息。把两个要给我清醒啊！歌名这么好啊！把两个要给我清醒，赏两巴掌让你清醒。你刚刚讲太短对不？把两个要给我清醒。我来是讲你那青蛙对了。对啊，我是讲啊，无我播半段了。哦，没有，我说刚刚那个 dancer 的裙子太短。播半段。你误会。没有啊，我第一首歌 dancer 还没出来。啊，是吗？对啊。哦，第一首歌宪哥认真听的。第一首结束 dancer 出来，我才讲说怎么会那么短。对。那第一首的时候，宪哥都在吃啊。对的。对。然后后面开始变 dancer。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黄飞姐还有一首叫《给鬼给拐》。对呀，给鬼给拐。第六首叫《给鬼给拐》呀，这一张啊，又是一张大卖的。给鬼给拐哈，我都该帮他们清唱。黄飞也不会很土啊。哎，好我清唱哦。好，大概可以。我会联想到有一首歌，哎，那一首歌叫《口口被夹，口口被夹》，夹的歌甜到后悔。我那首歌很长哦，歌名叫《金鸟》。哎，有这首什么事要叫的？其实是黄飞嘛。我就拜啊，大家都可以去拜，想让都会拜。今天呢，都会拜啊，哎，都会拜。好了，肯定就是很巧，我觉得不会啊。曹大哥，我真的发觉我女儿在场，我都会绑手绑脚。你看吧，还不赶快跟新马尼追嗨一下？新马尼，喂，我看你漂漂亮亮，你眼光也很差。哦，没有，宪哥只是单恋。对啊，宪哥只是单恋，辛苦你了。啊，这个专辑唱片有没有做什么活动啊？比如演唱会啊？啊，你也搞我买差不多一万张。哎。我都来办了，咖喱杯几万六，你就办演唱会？对啊，做梦，做梦，小心干嘛收人家？我起立，那靠我一个，因为有那么多人可以支持你啊，对不对？大家好好支持他，他都开演唱会了嘛，啊。好，加油！今天红包不能少，对，红包也不能少，来来来来，等个姐姐，哎，你五拜年不能少，我还没拜年呢，拜年，对啊对啊，拜个年，哎，给你，祝大家身体健康，健康，大家查某囡仔拢会当变做一只金鸡母，哎呦，金鸡母，阿兄，拢来红包一枚，一枚哦，来请抽，好，我来看一下。
兰四号，四号，哎呦，十四号，来，哎，这几年我觉得真的会大奖，真的会大奖，很旺。黄飞姐很旺，对，很旺，中，有可能大奖就是你拿走8888，开红圆，我看到圆哎，而且钱在有八哎，有八，真的吗？有八，有八，有八，888元。没有，我打算好像有大奖哎，有没有？有跟着算大了，这今年最大奖。真的，你发新专辑刚好发啊！对啊，阿奴我多一个数字多好，还是我套炸弹更近呢？还是那个洗脚跟你换888，还没有没有枕头而已啊，只有枕头而已，还有靠枕，你要不要？宪哥今那个除夕夜我给他生日呢？啊对啊，没有，孩子多大了？孩子多大？2岁，两岁哦，小孩子有一波啦。啊啊，你要跟他祝福啦。没啦，还要抽一个红包啦。来，抽八号，好吧。发啊，今天我背清背列包哦。你刚刚说什么一个八嘛？就八号。再给你一个八，888。我妹姐刚刚来偷笑哎。有字哦，圆一元铺石。有什么？没拜。永保平安，永保平安，永保平安，该不会是双大的保温瓶？泡牛奶啦，保温瓶这个好，给小朋友用，这个很好保温。对啊，泡牛奶啊什么的都很。你已经拿到今天最大奖了，888。这是单价高商，那我要等到最后一刻。啊，如果你还留在现场，我等一下再让你抽，好不好？有位好朋友听说要来拜年哦，还有，好，来来来来来 来，请看。综艺大热门的观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曹小春，祝宪哥、汉典、露露新年快乐！你有没有跟台湾的观众朋友见面啊？谢谢宪哥邀请我来跟大家拜年啊！很可惜，因为我有工作在身，就不能来到现场，也不能来到综艺大热门跟大家见面。在这里就祝大家身体健康，财源广进，祝大吉大利。最后想点唱就宪哥的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才会这样的想起我？麻烦宪哥祝大家新年快乐。是不是唱的夜晚？这首歌太大都会唱嘛，我们一起唱，大合唱，大合唱。谢谢陈小春点歌，小春哥。谢谢陈俊哥，来哦，我们从副歌一起唱好吗？好，来哦。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适合在电话。